Hola, amigo. Hola, amiga. This is Blue Flea, 李小龙。在这地方看到了的李小龙的书，很棒。在，这是他李小龙和他师傅们一起在教着的教的东西。这是在 Blue Flea 在 Blue Flea。If you take pictures of it, you'll have to buy it because it's a copyright ball. Okay. Thank you. 这是他说你要是这个 picture 的话，你需要那个买完以后，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来看一下。我们来这边看一下。我们就迅速的看一下李小龙，这是李小龙，龙啊，李小龙，这是李小龙切磋的，我们需要。布鲁斯利。李小龙演戏，这是经典的装束。李小龙飞踢，李小龙和琳达，李小龙和元彪，李小龙拍电影，死亡游戏，李小龙和，这世界上有李小龙迷啊，龙的，张张都是经典的影片。李小龙和女儿。儿子和女儿，李小龙。李小龙是个很酷的青年呢，各种李小龙啊。李小龙，很棒，很棒的李小龙啊！这就在这个一群杂志中突然发现了。这个书是12.99，把李小龙放在这种。著名的明星之间，这种杂志之间，所以是很棒的。这就专门介绍一下李小龙 Bruce Lee， 所以就是和我们身上这个李小龙一样，龙在天涯。这是在加利福尼亚。刚来美国之后在洛杉矶，这是李小龙。然后我们现在是龙在天涯，遨游四海。然后是我们的频道名字啊，所以很特别的。我们今天来到了肯塔基，来到超市，我们准备买东西，突然发现了。发现了布鲁斯利，而且，美国的各地对这个李小龙都是情有独钟啊，觉得功夫非常棒，有这种硬的功夫，所以是很棒的李小龙，很棒的李小龙。这是肯塔基的州旗，是蓝色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卡片有什么不同。Good food, great memories.
很多美国人喜欢中国食物，他是从接触China Buffet开始的，去中国餐馆开始的。如果来不了去不了中国的话，因为去中国很多人没护照，美国有一半人是没有护照的，去中国需要办护照办签证，还需要花费不菲的资金去啊，所以是这个是博士毕业了 American。现在这么高科技，这么厉害，这礼物卡呀、啊？对，我看看你哪里做的？没能敲呢，在中国做的，这么美国味啊？这种是小衣服。多可爱，这是在这都开始摇了，摇尾巴了，毫无疑问中国之道，中国智慧，中国之道。这是林肯 Truck， 林肯给总统开玩笑啊，I have a bell， 有一个球吧。哎呦天哪，这么有智慧啊，特别棒，真的。Oh my god， 看这个。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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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刷新了我的大脑呢，这生日快乐，这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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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过生日要买一个吓吓他们。现在是8月15号，谁的生日？哇哦，看了，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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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刷新了我们的想象。好漂亮啊，熊猫也漂亮，这是一个女孩啊，女孩的熊猫，The road to success is traveled by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mselves， 这是旅行给我们旅行的最好的注解，就是 You are sure you've got all it takes to make great things happen. Congratulations， 雪山，中国之道。Just for you, America gave. 漂亮，我们不何尝不是这样？到时候我们也弄两辆自行车在这。然后有孩子的话一起放风筝，看蓝天白云，看这个世界。 You come through the with flying colors， 写的句子都是
漂亮啊。人生就要不是长得漂亮，是过得漂亮。 Thank you so much。 小狗说 Thank you so much。 How you do for caring as you can。 漂亮。